这晚上很久没有那个喝鸡汤了，今天晚上做个鸡汤。正好是今天是元宵节，咱们晚上元宵节吃点汤圆。今天咱们还是老样子，我只吃咸汤圆，就是肉馅汤圆。群里有几个东北的帖子问我，咱们这个肉馅汤圆啊，到底是没什么味道，从来没有吃过。肉馅汤圆呢，就是像我们南方的小笼包一样，只不过把汤圆里的馅儿换成了小笼包。然后拿一个碗，弄一点，盛点那个鸡汤用啊。最近这几天呢，吃的也清淡，好几天没喝那个青柠汁，加上这个了，对吧？咱们晚上也来一点啊。因为我的那，帮我倒一下，然后再那个倒掉，然后这里面茶叶。因为现在呢，春节这次直播啊，连续的直播啊，基本上也已经结束了。快要就是明天开始啊，我也稍微休息休息啊，放放咱们的直播录像和 vlog。哎呀，正好啊，拍点东西。另外拍一个小东西啊，煮馄饨，煮汤圆吗？可以了，宝宝可以煮汤圆了，可以煮汤圆了。那咱们就元宵节啊，咱们就把汤圆给煮上啊。然后呢，我倒点小饮料，还老样子，就那个3毫升啊。诶，倒不出来。多了，嘿嘿，然后先把要紧东西倒好，然后再把小青柠汁倒上。然后这一锅金黄锃亮的鸡汤啊，是我老婆拿手绝活。我老婆炖鸡汤啊，炖得非常好，只要半只鸡，半只也不需要什么特别几年龄大的老母鸡啊，差不多只要1年龄的鸡，老母。母鸡啊，差不多就能炖成这个样子，然后金黄锃亮的，非常好看。然后上面还能够起一层皮啊，就是这有些人不大爱吃它这么油腻的鸡汤啊，但是鸡身上只要下了功夫啊，都能把这个鸡汤啊炖得出油。只要出油了以后呢，它上面就会飘了一层金黄色的，特别的好看啊。今天咱们的主食对吧？特别简单。
晚上呢就一个西兰花啊当蔬菜吃，这个鸡汤呢暖暖心，然后再弄一份汤圆啊，汤圆还是吃咸汤圆，咸汤圆呢也有，但是吃的少，不太爱吃。我比较喜欢吃汤圆里面的肉馅儿，里面放大量白胡椒的那种，然后吃起来有非常浓重的胡椒味，甚至有一点辣口。第一口可能会吃不惯，到后面就会爱上它，对吧？我们这边的手工汤圆啊，是前两天应该是13号去买的，买了有2天了，放在冰箱里买回来冻着，然后就等着今天吃。一共当时买了15个，早上吃掉了几个，晚上再留几个啊。就晚上不多吃，那个汤圆特别，它那个糯米啊，吃的特别的膈应，不能特别多吃。等菜上了，再喝点饮料。然后咱们这个，最近这段时间因为也是闲在家里，因为疫情也不能出门，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是播的比较勤快的。但年后不因为要忙很多事情了，就不可能这么播的这么多啊，就可能要有空再播，一个月礼拜播个一两次什么的，多更新一下。如果大家想我的话，可以多更新一下那个视频的，在视频区啊点主播的视频。然后几百段视频你可以看，而且每个礼拜都会有更新。鸡汤自己盛啊。我知道鸡汤自己盛，咱们先不急嘛，好，先来盛鸡汤吧，这个鸡汤里面应该还放了一点点的猴头菇啊，是非常养胃的。这上面的油啊特别足，可以来2勺油，后面的呢来2勺油，然后后面呢把上面的油劈掉一点，那下面的也是非常的浓密，弄2片猴头菇。猴头菇呢不要吃的太多，吃太多的话会非常的。怎么说呢？就口感也不是特别的好的这个东西。弄2片笋，弄块鸡块，这个鸡块呢是鸡的三角，对吧？再来一块猴头菇，就先这么来这么一碗，是吧？挺暖心的。最近呢，有感而发，就是平台的很多那个号啊，都特别的，人的想法都特别的低俗啊，所以以后我们会常年的开那个粉丝弹幕。如果要聊天的话，那只能辛苦你了，对吧？没有粉丝牌的是以后是常年是不发弹幕的啊。之前呢，我老婆呢，就是什么事情第一次做都不会做得特别顺利和好。以前我老婆买回来的那个手工汤圆啊，都是煮出来都没有在手工汤圆店好吃，就感觉这个皮有点烂了，皮有点太绵软了，里面的那个汤汁啊也给它有的会漏一点。后来我上次就跟她讲，就想想看能不能，有什么办法能够精研一下那个专门那个煮汤圆的技术啊，让这个肉汤圆能够煮得像外面店里一样的这么好吃。后来他就昨天去研究了，原来这东西确实有秘诀。因为你想呀，外面的那个汤圆店的那个大锅啊，它一边啊在煮，一边在大量的往边上啊，有个龙头往里面倒那个凉水。其实它的最大的煮汤圆的秘诀就是说，它那个汤圆的煮的汤啊，它不是时时刻刻沸腾的。就是你要控制它这个汤圆啊的汤啊在95度左右或者92，靠近100度，但是一直不要让它沸腾，这个就是技术。
所以现在呢，掌握了这一点以后呢，家里煮那个汤圆就煮得不错，蛮好吃的。放点小的 Bossa Jazz， 我很喜欢听这种比较令人轻松的欧美爵士，然后也没不一定有什么歌词的，纯背景音乐都非常非常的让人着迷啊。嗯，感觉汤圆马上就要上来了，还要等一会儿。那个我就先喝喝这个鸡汤吧，来吧，动筷啊。嗯，好喝。拿给我超难吃的。嗯，猴头菇。哟，恭喜疼老婆暖老婆同学啊，升到四级粉丝牌。这个鸡汤哦，吃太急了。鲜是鲜的嘞，泡白米饭是最好吃的。肉炖的酥嘞，啊，咬掉了一块小的骨头。一碗汤下肚啊，暖暖的。这两天都在消化，之前过节之前，春节之前买的储备的一些食材。春节之前呢，因为考虑到有疫情啊，也不想怎么出去，所以冰箱里放的东西啊太多了。直到现在为止，我查了一下我的库存表，冰箱里面好像还有好多的东西。我看看啊，还有半只大鹅，四分之一只大鹅吧，半只鸡今天吃掉了，那把它删掉。荠菜三份。本身今天晚上还想做一个荠菜东西，可能我老婆忘记了。然后呢，清炖羊排的羊排一份，羊肉串还有十一串，还有二十个鸡翅中，还有一个玉米，两份栗子，然后呢，酸菜还有一份，还有小黄鱼好像还有四，小黄鱼应该还有四条小的，虾仁大概还有三包。
羊肩肉片大概还可以最后再吃一份，肥羊应该全吃完了，牛肉还能够吃一次水煮牛肉的，还顺一份牛腩，还地瓜全部吃完了。哦，还有一些东西啊，剩下的东西呢，用牛腩可以做一个罗宋汤，对吧？牛肉可以做个水煮牛肉，羊肩肉片可以吃个涮锅，小黄鱼还可以再吃一次煎的或者烤的，酸菜可以做一次酸菜炖大鹅。六个，我吃过来。我吃了，你有几个？我有两个，我要吃那个。好的，六个的圆子的话，那就绝对够吃。我五个就很够了，我给你一个吧。吃完再说。好的，好了，就汤圆也来了啊！元宵节吃汤圆，但是我们这边呢，我喜欢吃咸汤圆，就是肉馅的汤圆啊。我们这边就开吃。我就说啊，下礼拜如果不出门的话，大鹅还能够有一份，可以做一份；荠菜冬笋可以有三份；羊排还可以清炖的吃一次，那就三两顿大的；羊肉串可以吃一顿 ，BBQ 的那就三顿；鸡翅中呢当配料，对吧？然后还有酸菜可以做一个小菜，小黄鱼好像还有四条，然后还羊肩肉片还能吃一顿涮锅。再加上牛腩和牛肉，大概还能吃五天。还有鹅肉，我都帮说过了。我刚开始第一个就帮你说，还有四分之一，还有点鸡，还有一点鸡呢，就算那个都小份的不算，还能够在家吃个五天，差不多吃到20号左右吧。好了，开吃啊！这个汤圆呢很烫的，所以它里面还有汤，所以吃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点。好几次我在店里啊吃这个汤圆肉汤圆，它里面的汤啊太足了，烫的那个牙床啊，就是我们说的天花板啊，都有点起泡了，所以我现在非常当心。但是就这个热乎劲啊，特别好吃啊。然后呢，吃汤圆，然后人团圆，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。味道很棒哟。充斥的肉香。肉的汤汁味道，还有白胡椒的味道，我下次自己和肉馅的时候也放点白胡椒。你好聪明啊！它这里面应该没有别的，应该就是纯白胡椒，可能还有一点点花椒的味道。我试出来，可能有一点点花椒水的味道，一点点，但是它最后可能是把那花椒拿出来，很少部分。就直接放花椒粉就可以了。试试做个肉馅试试看。可能用这个方法做的肉包也会很好吃，我相信啊，对吧？肉包子啊，下礼拜自己家里做一次大肉包。但要汤汁多的话，要熬个皮冻。肉包汤汁太多不是特别好，因为也不做汤包。你在外面现在的肉包哪有这么多汤？但是我们自己做的话，如果肉包里面不放皮冻的话，就没有汤汁。也行，反正最近可以试试看，因为我们菜包做的已经不错了，可以试试看想办法把那个肉包咱们也好好的把它做得不错啊。这就是技术，要锻炼在家这个御宅的技术，在家御宅要过得舒服也是一种技术。你用鸡汤泡那个小饼干吃了？不是小饼干，小馒头。小馒头太厉害了，一共15个汤圆，今天吃的蛮厉害的。再盛半碗鸡汤啊，鸡汤里有些碎料。
金黄灿灿一碗鸡汤，然后呢两片猴头菇，猴头菇要切的薄一点，以前我老婆猴头菇里面放两个猴头菇，然后就会很腻，然后来一个鸡翅，这鸡翅挺大的，你吃鸡腿好了呀，那就吃个鸡腿吧，好吧，那鸡腿在哪，找找嘛，那翻一翻，好了，那我就来个鸡腿吧，这个葱就拿出来了，不能在里面多放。哇，我小时候也就很喜欢吃这个。哎 ，TAK 来了啊！我们直播间现在彻底啊，过了年以后呢，翻脸不认人了，然后彻底和那些低俗粉丝啊划清界限，以后常年啊就会在今年整个一整年啊，全部都是粉丝弹幕发言啊，所以请大家理解啊。也请你们自己和低俗粉丝啊划清界限啊，不办粉丝牌的全部都是低俗粉丝啊。其实冬笋还可以的，我把冬笋煮了以后全冻起来，吃之前缓一缓，就穿一下水就可以了，还挺香。猴头菇挺好吃。做鸡汤，猴头菇就不能多放。今天晚上猴头菇肯定要全吃掉。不用。吃的说实话就有点饱啊，现在不是小黄皮都发不了话了，对吧？你等级80级也没用。这个是据我今天要多吃点，因为我专门今天让我老婆帮我去买，帮我去做的，西兰花特别好。这个梅梅小姐啊，我还不知道，你还是有我的粉丝牌的呢，平时也不挂出来，不显山露水，觉得你太低调了，太行了啊。元宵好，铁子们，一碗鸡汤，吃那个肉汤圆。这都是非常烫的东西啊，吃起来要慢一点，耐心。吃完饭跟我老婆去散散步，去面包房买点东西。好吃啊，那鸡翅就给你，你俩吃吧。就把它根上咬一口。然后呢，哎呀，以前呢我还是喜欢蘸点酱油，但现在觉得呢本身已经很鲜的东西了，没必要再蘸酱油了，但酱油多吃也不好。哇，好吃啊！
炒蒜。嗯。哎呀！哎呀！哎，拿个餐纸，谢谢，擦擦嘴。我嘴巴都是满脸油光的。嗯，太好吃了。你给我吃掉一口，我实在吃不了了啊。没关系，然后尝尝你的。你也算泡馍了，鸡汤泡馍，我可能跟馍的味道很像。然后还弄了一点小饼干，然后泡在鸡汤里，应该能看得到一点啊，有点像鸡汤泡馍的感觉。玉米面，嗯，不放糖。好多果然都吃完了，我 每碗里面弄两片，我吃了四片。好吃，爱吃。吃一个，嗯，实在是吃的太饱了，哎，是不是很随意啊？那吃的浑身暖暖的，本身凉凉的，我这人身上没有太多热气，老头老太生出来的小孩，然后呢就要多喝点暖暖的东西。我家很少喝汤的啊。好了，还有一个实在是吃不了了，让太太吃下去吧。元宵节要全部吃，元宵要全部吃完，不要浪费啊。然后祝大家那个今年开春啊，工作顺利啊，身体健康。然后其他别的都不多说了。春节这段时间播的挺多的，没有不散的宴席。这段时间啊，就春节高强度直播啊，就告一段落啊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啊，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直播间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要小休息一下，会持续的，就是更新视频区的录像，然后平时有空的话也会定点直播，大家关注直播通告就行了啊。没有办过粉丝牌的，赶快办粉丝牌。然后今天就播到这边了啊，大家元宵快乐，拜拜。